You put it down, y'all. Yeah.这几套毛衣的合集，首先想声明的就是这几套毛衣全部的单价都不超过100刀，有很多我可能一身的装扮都是不超过100刀的，所以真的是平价又貌美的款式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说是大牌或者设计师的牌子，它本身毛衣的设计可能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，但是很多高阶牌子它确实比较基本款为主，就需要我们一点点小心机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完美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身上的这件薄荷绿色的毛衣，跟大家视频中看到的一样，它几乎是没有任何色差的，就是很淡淡的墨绿感，它穿上去也是一点都不扎的，是可以贴肤来穿的，我个人很喜欢它。它是 H&M 家的，其实我本身对 H&M 没有太大的好感，但是他们家的毛衣却是我每年都会买的，我感觉特别的好穿，洗过之后它一般也不太会起球，就在性价比上我感觉还是很感人的。因为这款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基本的款式，是比较慵懒的，有一点点臃肿的感觉，为了增加它的立体感，我就在里边穿搭了一个衬衣，领口我是故意一边放出来一边就给它藏在里边，袖口也是一样的，一个是窝起来，一个就让它比较随性的垂起来，然后衬衣的下摆也是一样的，我只露出它的一个小尾巴，这样子穿搭就可以增加出它的一个层次感，显得你本身不是那么的臃肿。对于这种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独特的毛衣来说，就比方说紫色毛衣也是一样的，我建议大家在下身穿搭的时候，就不管是裙装也好裤装也好，会带有一点点相同颜色的元素才会更好，这样就会让人从视觉上看过去特别的和谐，特别的搭。搭配这一款看上去就是有一点松散慵懒的毛衣的话，我建议大家选一个这样子链条不是特别长的包包背在胸前，这样子它在你的胸前的长度刚刚好，可以当做你的一个装饰，大家也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高领毛衣来穿。它的领子我也特别喜欢，差不多是这个高度，如果是里边不穿衬衣的话，我会故意在裤子腰围的这里给它窝进去一点点。第二件呢就是这个拼色的毛衣，我特别喜欢它，觉得买的超级值，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，你可以和你的男朋友共同来穿，当然你可以买两件然后当做情侣衫来穿。
我男朋友穿的就是我这件 M 号的，我穿上去它是有一点点 oversize 的感觉，是盖到了我屁股大概这个位置，因为我是想要这种感觉的，我想要下面搭配白色的长裙或者是白色的牛仔裤，再搭配上这样一个很随性的布袋子，就营造出像韩系女生那种比较恬静的感觉。男生穿的话，他是1.87米的个子，体重大概140多斤，穿这个 M 号的就是比较修身的款式。这是一个韩国的设计师牌子，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的，他们家的衣服都是这种男女同款的，春天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买他们家的卫衣当情侣衫来穿，而且是不落俗套的那种，就都很有设计感，而且价格也不太贵，特别推荐给大家。下面这件毛衣呢是黑色的这个基本款的，它其实我今天所讲到的五件毛衣里面最薄的一个，我们还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打底衫，就在外面可以直接套一个亮色，比如说酒红色橘色系的衬衣，或者说是在这个打底衫外面再套一个比较亮一点颜色的毛衣，都会很有叠穿的这种时尚感，因为黑色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颜色嘛，它也特别的好配，不管牛仔裤或者说阔腿的黑色的裤子其实都可以配，但我比较偏向于搭配西装裤或者说西装的半裙，也是今天比较流行的一个元素，感觉这样搭配起来会感觉更加多一份女人味。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外面搭配酒红色或者说焦糖色大衣，都真的是特别好配。对于像这种黑色的针织衫，其实很容易我们穿上去就感觉一身搭配太无趣了，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试着搭配一些小丝巾之类的装饰物，会让你整体看起来提亮不少。酒红色是我感觉搭配黑色出错率特别低的一个颜色，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。丝巾的系法其实特别多的，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，或者说你是只想露出一个边把它给塞在里边，类似于这样子把它塞在里边，都会增加一定的时髦感。鞋子呢，因为是搭配黑色，我就选择了红色的小高跟鞋，穿了一个红色的袜子，营造出一种假的袜靴的感觉。大家也不妨试一试，其实选择同色系的袜子，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接着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芭比蓝色的毛衣，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首先我很喜欢一点是它的这个袖子，它有一点蝴蝶袖的设计，会显得整个的胳膊特别的纤长。然后呢，它前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织线的这个纹路的，所以说穿搭上去也不会感觉是特别的平庸。唯一的不足我觉得是它有一点点的扎，我对这个扎真的还是蛮介意的，所以我在里边穿了一个衬衣，下面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牛仔短裙，这个差不多长度是已经过了我的膝盖，我感觉在冬天穿就保暖度是很够的，而且它前开叉的设计我个人也比较喜欢，上面的一些刺绣小花朵的设计会显得整个牛仔裙不是那么的无趣。如果不太喜欢穿裙装的女生，我建议下面你也可以穿拼色的牛仔裤，因为都是这种蓝色系的嘛，就看着也特别的好看。包包呢，我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这个小腰包，它其实不是腰包了，它是一个正常的肩背的包包，但是被我改造成了一个小腰包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最后一款毛衣真的是我这次特别喜欢的一款了，它也是一个撞色的设计，前后面都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它领子真的是特别长，你可以选择折一次或者折两次，就把它蓬蓬的堆积在领口，我总感觉冬天就是特别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，很喜欢。因为这款本来已经是个拼色的设计，就很出众亮眼，所以在下身的装扮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很繁杂，可以搭配一个简单的黑色的阔腿裤或者牛仔裤都很 OK， 或者你想要更加的时尚一点，可以穿一个印花的长裙，就是那种带有飘逸感的印花长裙都会特别好看。因为我是想要搭配袜靴嘛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特别基本的蓝色的高腰牛仔裤，这种就是属于上班读书出去玩什么都很方便的一个装扮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，然后下方帮我点个赞。马上到年底了嘛，接下来我就会出很多是关于年度总结年度最爱之类的视频，当然我不会忘记还有答应你们的小黑熊合集。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